打算下个星期一给你发出来也行。啊，不是星期六就是星期一了，反正。不是星期六就是星期一，因为我在浙江，我想今天晚上回去，我是亲自检查一下以后再做，再发。啊。明天你包装，明天把它订起来，后天叫车了，星期六了，好吧？好，已经全部都好了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行。因为我想自己亲自做梦一下。